狼呢？狼在游戏里面啊，这把玩的螳螂。粉丝牌去哪了？你得手动佩戴一下，宝贝。点击输入框的旁边佩戴，知道吧？手动挡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懂不？碾碎他们。全军出击！很多寡妇是红开的。感觉不一定能抓到他，他帮我扛一下吗？哇，有点极限啊 ！Q 到了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我开着疾跑来的，别怂！感觉我好亏着不？不过对面没看到我用疾跑，那就等于我没有用。他可能会直接 A 个爆炸果实来蓝 buff， 先清伤了。大红区上路野刀伤的话要2分30秒。打完上浪他还没来到，就应该去我们野区去了。还没来，给上路拼一下。不能学艺，学艺就炸了。只有一定能杀对面的时候才能学艺。你怎么刷这么慢啊，这寡妇？他慢了整整20秒啊！把我奶奶来都刷完了。他可能掉了，那前期因为下路的单格就的劣势的没有了，他刷的太慢了，他这样的话我都不知道他第二轮野区刷新时间是多久啊。他没准去上路蹲了一会儿，有可能。这寡妇清理 F6 的优先级比较高，这个眼先丢他 F6 来，他应该在上路蹲了一会儿，这 F6 要刷了。到了闪，他怎么这么怂了呀？没点蓝了吧？我这血量他那个直接 Q 点蓝，我死了。哎，现在这个寡妇不需要6级被动也能回血啊！我看能不能给他大的抢。
直接开疾跑，再绕一圈回去，他说不定就在塔下呢，碰个运气。在清理他的石油轮，这疾跑有就用就完了，不用省了。我们带新界东西好的很快的，这寡妇他炸了这样的，他没野吃了，我再去下方区把这个河蟹控一下。三级寡妇打野现在蹭兵的经验很少啊，看来不要偷我们 F6， 我打完 F6 河蟹就好了，逮个线绳，先打个孤立，再 W 拿捏住，打完这个河蟹再去他野区，说不定还能再逮到他，看他怎么选。先三狼丢个野，然后再 A 个爆炸果实去蛤蟆。啊，没看到他，都很明显在上半区了。没事，给他刷，他刷完一圈会过来的。他现在刷的差不多了，他怎么从我野区绕出来？他偷我野去了，好小子！那个眼看到他从我们野区出来的，有意识的他，直接来控先锋，他现在最多五级，对吧？感觉得来个水银鞋，还有个锤石子。应该差不多升六了，中路打起来去支援一下，直接开疾跑，不然他要走。算了，这边这个眼救了他，
不能打上半区，感觉这中上这样全崩了。这龙王去了他是发育没啥用，而且铁男这东西 EVO 很强的，他说不定在打小龙，让我看一下。没有。哎呀，你很烦。这亚索存在感太强了呀！这亚索。感觉这把被束缚住了，上路抓不得，中路没法抓，好像只能抓下了这样。七级寡妇，这辅助要来了。控一下他死了 ，W 抓 Q， 再开 2A 一下，哇，这一个大招差点给我杀了。这寡妇有隐身的，因为他隐身能回血，回得很快的，推了走，不要贪。抓铁男他直接给你拉进去，你看是二打一，其实就是在一打一啊。这维克托都零杠三了，这就是为什么中路中上抓不了，这很简单，想一下就能想明白的。这先锋不丢，时间要到了，这不我先锋丢上让他以为我要抓上，然后立马去中。没眼了，直接开疾跑干他，他跑不了了，可能他能送塔，但是经验可以吃一下，月两级的经验吃到了，这时候再去红抓的寡妇。直接开二，把这孤立再 AW， 再开二，再个 EQA， 直接拿下。他比较肥啊，等级比较高，虽然没有钱，但是经验可以弥补我们的等级。这单杀的经验值还是比较多的啊。这亚索感觉又要过来了，等一下。总感觉打这个小龙很危险，让对面打，我们不要去主动打。看到寡妇了，这次我可能在草里面等，逮个线程。这寡妇他老会有侥幸心理啊，所以他就一定会回头，他这个人
你稍微跟对手过个两招，他是什么性格的对手你就知道了。这很明显，这是一个绿色性格的古尔夫。这龙王应该能拖住这个铁呢，直接 W E Q A， 再打个 A Q， 起飞了，起飞了，一下子这两波盘活了，好起来了。我在想一下我进化什么技能，这把进化二不好用，因为你二万人堆里面会吃控，这亚索击飞锤石保护能力很强，而且对面机动性比较强，除了这个铁男，所以我们得进化 W， 而且得出个夜刃。我刚刚说要买个什么鞋，买个水银鞋出夜刃的话感觉有点浪费啊。我想一下，出幽梦吧，水银鞋加夜刃有点浪费啊。这把的话得打拉扯，不能跳脸，跳脸容易被秒，因为对面非指向性技能很多，即便我们隐身他也能打到我们，就比如女枪的 ER， 锤石的 QER。 这弹突出来了，这把我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急不得。看有没有机会给这亚索杀一下，他买个聪明刀啊，其实也对，我们这边 AP 比较多啊，但是我起来了，他出这个聪明刀配护甲，我可以杀他的，我待会 W 再让他减速一下，让他快乐不了。他去中直接开疾跑，幽梦一起开，再来个啊，WQ AW 爪子吸住，再打个 AQ 孤立，再开个 R 死了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鬼步的魅力啊。你看我这波进步过来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没闪现了，那瞬间把对面优势最大的点给他击破了，这剩下的都是一些侠米了。一惩戒再打孤立，就是来了，那算了，等这个 AD 把一塔推了，我们用新闻把二塔再秒，准备开了。怎么这么慢啊兄弟，我赌这边没眼，有眼我会死，但是没眼对面会死，差不多了，毙了吗？给他一扫了，隐身跳他，哎呀，我锤石的护甲还是高的，可惜怎么没杀掉。我们可以利用最后一次加速走。他们这把三个金钻加个锤石护甲比较高，可以出青雨。这锤石的东西捡魂这个点护甲也蛮高的。他这个近战英雄的成长抗性比较高，你要是打这近战多的阵容的话，就可以早点出这百分比穿透，这样这个出装性价比就会高一点。这个先锋甚至可以让他牵制对面，他们这波要去守这个下子，其实我们可以开大龙，等这个先锋到二塔的话，大龙刚好刷新了，可以来个五幺分带啊，
跟队友打字说一下了。你看到没有，他们上当了，这就是战术先锋啊，他就是最佳第六人。哎呀，这莫甘娜暴露了，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，得先杀人。我们算了，不能打了，我们这个中单死了。其实刚才不用管他，直接过来是没问题的。我们刚才过来他们没视野，直接集火给他收了。捞一圈进野区他们应该不知道的。有没有 F6？ 没有。有人掉链子了，龙应该要不了了。那个上个塔止损一下吧。赶紧猜，这龙视野又没有 AD 又死了。这波孤立可以杀他的样子。OK， 这把拖后期没关系的，我们这边有龙王在。先说一下，他开皇冠，你看我这个 W 完美给皇冠克了。他不仅这个加速没用，还要倒被我减速。打这种比较灵活的阵容，进化 W 没问题的。哇，对面一波直接祭了，他们有点急了。这时候可以吃大龙了呀，上高地其实也可以，吃个大龙。本来有点急，混逼，哎呦，走，留下人走，剩下的交给队友处理了，我们没状态。这女枪一个大伤好痛啊，她就两件套。感觉他这个大打满能秒人的，哎，我发现了什么小东西，输出啊，应该死了。亚索一个盾，铁男一个盾，锤石一个，算了不买，每次买完我会后悔。每次买完他捡的护盾值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啊。理论上有三个盾可以出个巨牙，但是没必要。每次那个数据显示这个巨牙破的盾很少。
感觉巨牙现在有点版本陷阱的意思。这波小龙直接决一雌雄了，哎，这寡妇毙了，上路一个铁男来中啊，感觉中路可以给他包了，来来来，幽梦加 R W 就死了。怎么又是你小子啊？这个锤石跟个猫一样，好奇心很重。就是这个铁男，放下剑。铁男出来了，还有两秒，可以 WQ 给他秒。走了，不能再打了，全是残血。这寡妇在尾随我们呢，严格来讲在尾随队友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回来，他好像在上面，我找一下。找不到就毙了。感觉我不需要输出了，可以来个板甲或者自然之力加个移速。不行，我不能打这个龙，他会把我叶刃破了。
凯瑞拿下这把。你挪个十分钟前，是不是以为这把记了？前面这个中奔的有点厉害的，上游不好打配合。我还以为打到这个点，龙王伤害能最高呢，还是我们伤害最高。还有最后八分钟，一元粉丝牌啊，送个一鱼吃的六六就可以卡个粉丝牌了。没进粉丝团们的兄弟们，今天可以进一下。最后八分钟。